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三 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大家好，我是 Regina， 欢迎收看由三澳门特约的天气报告。现在同大家讲今日8月22号的天气先。今日天气酷热，天晴，相对湿度介乎 38% 至 82% 之间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6至34度，吹微风。今日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介乎8至29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预测一下听日的空气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和高密度住宅区是15至4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，而一般性监测站是15至3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Bobby 话听日天气酷热，日间会大致天晴，随后云量逐渐增加，末期会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及可能有雷暴，跟住一起睇睇卫星云图啊。预料一股炎热空气将会影响本澳的天气，而家睇下未来几日的天气啊。预测听日天气酷热，日间大致天晴，随后云量逐渐增加，末期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及可能有雷暴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7至34度，吹微风。星期一天气大致多云，间中有骤雨及可能有雷暴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5至29度之间。而星期二天气大致多云，间中会有骤雨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5至29度之间。星期三天气大致天晴，有局部地区性的骤雨，气温是介乎摄氏26至31度之间。跟住睇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状况。北京多云20至31度，上海多云27至34度，台北有骤雨27至34度，厦门多云26至33度，广州有骤雨27至35度。在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首尔多云21至30度，东京多云26至32度，马尼拉多云25至30度，曼谷有雷暴26至36度，新加坡有雷暴25至32度，而雅加达是多云24至34度。接着再看欧美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。好啦，今日天气预报告完毕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